咁样最深刻啊？其实我觉得自己最深刻嘅系自己好俾心机，好落足力去追一个女仔嘅时候，反而我唔会追得到咯。每次都系咁样嘅，系啊。通常都是自然那些，即是不强求那些，就反而会一起的机会大一点。因为我试过有一次中学的时候很努力地追一个女仔，本身都进展顺利的，但是呢去到最后呢个女仔不知道个女仔怎么想。咁就佢又要去過澳洲，咁就覺得好似應該唔會維係到好耐，又覺得我好似好多女仔身邊好多女仔圍住咁樣，所以就冇乜安全感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呢個係咪事實咧？你覺得身邊好多女仔圍住你咁樣樣？都係嘅，其實，但我唔會太過即係點講咧，同即係同人講啊，其實我好多女仔圍㗎咁樣，即係唔會咯。呢個唔係我嚟嘅 ，OK， 係啦。通常我都比較尷尬咯，即係俾女仔望住嗰啲，係啊。